这男的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这帅哥，你看。顾奶奶，我错了，行吗？开机。开机。打开摄像头。二壮说要找个人。秦鹏，23岁，程序员，艺人。就是这个人窃取了公司情报，我已经把他的信息发给你们了。晚点你们把他带到公司问话，看看他背后的人是谁。所以我们就是过来替你开个机，这就完事儿了。对啊。你是没钱上网还是未成年啊？哎，就这么一点小事，为什么要我俩跑一趟？宝姐，这姑娘本事是挺大，但脾气也不小啊。张楚岚，不许在背后说我坏话。而且他就在我们身边，他听得到我讲话。别找了，张楚岚，我就在身边。谁呀？这帅哥，顾奶奶，我错了，行吗？我也不晓得我今年多大，我算一下我。宝儿姐，不要什么事情都跟别人说，还是个外人。手机还给宝儿姐。就你本事大是吧？啊，有本事你出来啊，你给我出来啊，出来啊，一心人，你出来啊。嚷嚷什么呢？没什么呀，我已经问过了。这个叫秦鹏的程序员是上个月才加入的全新，这次上面给他的第一个任务，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入侵的是公司的系统。那是谁给他下的命令啊？他说他忘了。忘了？是真的忘了。我用过各种办法，对方的姓名、性别、长相，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难道和吕梁有关？抓到的几个黑客都跟秦鹏一样，忘记了委托人的所有信息。是不是他的记忆被别人动过手脚？应该是某种异能手段。这件事我向上汇报的，你们不用管了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嫌疑人都已经抓到了，你和宝宝可以放假了，回去吧。嗯。你也回去吧，继续调查秦鹏的记忆是如何被抹除的。